我们的队伍名字叫双臂孙明，然后我们的团队有六个，分别是史莱姆、Johnny 跟我 Keith 就是程序，美术方面有Chris 跟 Sui， 然后音乐有Binks。我们的游戏的概念是传播病毒，就点击那个人就会把旁边的人变成僵尸，或是点击那个僵尸把旁边的人变成人类，目标就是把所有格子里的僵尸都变成一样的，就可以过关。那个玩法就是这样的，take， 比如在这个敌关 take 左下这个格子，把旁边的都变成。另外一组，然后四个都是同一种颜色的就可以过关，然后这个第二关，比如take 这个，就会把旁边的左右跟下方这个格子都变成另外一种颜色，目标就是把全部都变成同一种就可以了。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游戏的概念。这个是这次游戏啊，好，选择那个游戏的时候，如果我想让旁边的两个人类转走僵尸这推下去，那他们变成全部都变成同一样的，那就停了，然后可以回去这个就是我们的。现在还有就有这么多，谢谢。整个流程就是架构已经就是明显有比较多了，因为可能一开始才10%、20%，那后面讨论过后，现在已经把整个游戏架构已经想好了，现在就只是差全部串起来了。那玩法 demo 的话，应该目前做差不多70%-80%。你们有遇到什么样比较大的问题？我们因为我们队伍叫Zombie，然后这个游戏里面昨天其实就发表了那个 Zombie 在哪里，那个 Zombie 我们现在会有另外一种形式就去表达出来。我们主在想要怎样才可以 stand out 呢，就是找一个中文超懒的人来讲解。对，然后我们的主名叫做Zombie，这个跟押韵完全没有关系。然后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想要卖松饼，就是用这款游戏来卖松饼。有了，有声音了。对，你可以听到我们都是用一些轻快的音乐来承搭这个 Human vs Zombie。对，然后就是玩法已经说过了，就直接配音。对，然后就是如果你按人的话，它就会变人；如果你按 zombie 的话，它就会变 zombie。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。对，然后Let's go to stage 2。OK， 来解谜一下。Oh yeah, victory. Next. Zombie 现在上去哦。对，记得买松饼哦。对，然后我们去比较难一点的 stage 嘛，太容易就没有意思了。对，然后就玩一玩。哎，有事情发生了哦！你没有看到右上角有一个灯泡出来，就是
有时候呢，就是有一些游戏呢，你没有办法玩，因为你的意志没有这么强，对，就像我们一样。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按一按灯泡，它是一种提示，提示会做什么呢？对，哦，赢了。对对对对，所以就是这次的主题是 transmission 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想要表达一种，就是不管你用哪一种 media， 就是看电影啊，还是玩游戏啊，特别是手机游戏，他们都在传达一些讯息给你。就是什么讯息呢？我不知道，就是我们就是在传达要买松饼的讯息。对，谢谢，记得买松饼。然后我们是 Slime, Keith, Johnny, Chris, Zoe 还有林世我。对， OK, 拜拜，好，谢谢。